这项邮票行为展览展出的内容，本国方面是从清光绪四年到最近为止，前后94年的全部邮票。从这些邮票中，可以看到中华民国开国前后的全部历史过程和台湾光复以后安定中繁荣进步的情形。在外国邮票方面，是以专题为主，包括花鸟、名画、古物、民俗、太空和体育等六大类，全部的展出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项展览还要分别在金门、新竹、澎湖、台东等9个地方展出。